作为一个演员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我认为气质最重要。谁？我，你？漂亮、丑那都无所谓，关键在于气质。证明一下你怎么有气质？下面我就证明一下我个人的气质，我的气场，我要你们看看，我要你们啊！白首保留曲目，我献给所有的兄弟们。得了，气质，咱这个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今天你呀握握手啊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谢谢。没了，那还有啥了？